你，那你说我也没跟你，我也没跟你信息，你说我这给你信息对吧？一会儿你，对，你听我跟你讲完，我给你信息。我问你车，这个东西我是从一路给你带过来的，对吧？也不是说我跟你这带进来，能带，对不对？这你把你国家规定的东西拿出来对比一下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别人让带，你为到你那火车站就不让带呢？我跟你说。我不评价别的车站，我就按照我的工作范围和规定。那你把你那个东西拿出来看一下，工具类那个营业标识要有。对，把你那东西拿出来看一下，咱有人确实放那了，我让你登记，对不对？完了我该记记。啊，对呀，你不对吗？记吗？我问你坐哪车次，你干嘛这么不配合呢？我凭什么配合呢？我第一点，我给你东西了，开记录啊、对不对呀、啊？你咋就我犯法了？你给我开记录啊？不是，你开记录不走快递吗？快递跟你说了没有啊？要快递咋上你这认你这东西咋给你邮寄呀、啊？对吧？那个纸质票从哪去啊？纸质票叫啥来着？